大家好，我是白龙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实况。我今天要玩 Minecraft Underground 2。觉得好讨厌哦。大家看一下我身上的东西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没错，就是我刚自己在树上洞窟探险了好一阵子，然后大概探索了至少用掉两组火把的探索的区域了吧。对啊，两组火把还蛮多的，应该不止四组才对，因为我每次做都会一次做两组。然后就在刚刚我在探索到一半的时候，后面有一只 creeper 就把我炸死了。所以而且我死了之后，我重生的地方是在那个终极站那边，因为我忘记在家里睡觉了，导致我从终极站回到家里，然后再来树上洞窟，好，就是花很多时间，然后我身上装备全部都消失了。所以刚刚就是我赶到这边，然后很无奈的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装备，现在就是这种状态。然后回家吧。然后我在洞窟里面的探索没有发现任何的东西。面包刚把僵尸打得好远哦。等一下，你两个互打，不要打我。两个互打，打他。我身上没有半个武器，因为全部喷掉了。这集要录什么？这集我要录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因为刚今天早上玩了大概三个小时，快三个小时的 Minecraft， 然后都一直在探索洞窟。然后我发现，就是家里往上的区域的那个洞窟，全部的怎么讲？这应该算是 Y 轴吗 ？Y 轴高度以上的。家里以上的洞窟全部都有涵盖那个煤炭，所以我在上面找到一堆煤炭，可是我全部都没拿回来。我大概挖了六七组煤炭吧，超多的。然后再來就是我挖煤炭的时候得到的经验值，让我升到36、37的，结果我现在全部归零了，好悲惨哦。好吧，那这集要干嘛？这集聊个天就好，然后。我下一个家里的建设想要建那个之前一直讲没有建的，就是环绕的铁轨。可是环绕铁轨需要相当大的铁，所以我实况结束之后还是会继续去探索。对，现在状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好空虚哦。这个还没长出来，长太慢了吧。好，来做一点工具吧，把这里的树都砍一砍，然后做几把武器。对，我最近想要回去玩那个 RGB 游戏，我想要玩比较大做一点的 RGB， 但是又怕花太多时间，对啊，所以在考虑当中。我不用这个。我拿铁做好了。来吧，做一些比较常用到的东西。先做斧头，然后剑，然后镐子。镐子两把好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去挖点书吧。一样是日常会做的事情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一集。我们等一下把铁做一做好了，看可以做出多少铁轨。不过我想要留一些铁轨下来，不要把全部的铁都耗完，不然的话之后要做什么工具的话就很麻烦。其实这个位置差不多，好。那现在挖木头主要目的不是烧木炭，主要目的就是存木材。
你有木材、柴做火把，然后工具，对。我在想说，绕整个村落的铁轨需要量需要多少个鼻子痒。我刚刚玩好久 Minecraft，我现在头有点晕，真的好晕哦！哇，好多只哦。然后我从那个中继站回来的时候，有发现野外有一些野生的猪，野生的猪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是跑出去的猪啦，但是他们竟然在外面就是形成了一个生态，我觉得超神奇的，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？超神奇，而且不止两只哦，还蛮多只的。我回来途中一直看到，觉得好好笑哦。对啊，你们看，太神奇了，怎么可能会有？我记得只跑出来一只而已啊，超诡异的。所以他们在外面活的说不定比家里还好，而且我觉得家里的猪就是养的猪人太多，我应该要把他们杀一杀。其实我要他们的肉是要拿来交易，对吧、啊？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，蘑菇竟然从 竟然穿墙，我这上面好像是蘑菇栽培是吧？就是生怪的区域，生怪塔。然后蘑菇竟然从那边长出来耶，这是什么原理呀、啊？好神奇哦！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的，就是这种现象会让我想到，我之前有看到一个艺术品，就是在当代馆展的，就是一件衣服，然后上面有用霉菌长出来的花样，对，然后长出来霉菌长出来的花样就变得很漂亮，但是一般看到霉菌的样子，应该觉得有点恐怖吧？对啊，僵尸的声音在哪里啊？旁边吗？这里吗？对耶，好，我去开灯。哦，对啊，然后我还拿到很多火药，但是都没有安全带回来，真的超讨厌的。为什么他们眼睛都看那边啊？哦，他妈出去！不不不，过来！等一下，你们不能进去。难怪他们都，我以为他们是要追我，结果他们是想要往里面走，完全无视于我的存在。他们应该是看到村民吧？我在想。对啊，他讲，因为村民的位置在这附近吧，所以他们才会一直叫。好，那来做铁轨吧。身上的铁，我看一下铁轨要怎么做，每次都忘记。铁轨跟先做普通铁轨好，普通铁轨先做一些。普通铁轨是这样子做。一次只能放十，没有，可以叠加。一组，其实还蛮快的。对。哦，两组了，这样就两组了，好多哦。铁轨暂时放在这边好了。还是等一下，这边有放铁轨吗？没有。放这边好了，铁轨算是建材，好酷哦！铁轨好容易就做出来了。加速的铁轨就我看一下哦，加速的铁轨就需要黄金了，黄金跟
跟那个什么红，那叫什么？那叫什么、啊？等一下，红石都忘记了，红石。好，所以黄金需要一些，那我再采一些黄金回来。哦，这头越来越晕了，因为我刚刚跑，我刚刚从中继站回来的时候跑超快的，所以现在头超晕的，是真实的我头晕，不是游戏的角色头晕。好，那录多久了、啊？看一下，这一集就好短哦，这一集十分钟。把东西整理一下吧，我看一下游乐区旁边的箱子里面有什么，羊毛，还有哦，铁轨我就放这边，这里是对门，铁轨，我把铁轨拿过来好了，好，然后这个是、啊、跟村民交易的浪的废物装备，我把废物装备。放到装备栏这里。啊！我突然想到，天哪！我的无限弓也喷了。哦，好烦哦！我的无限弓喷了啦。好吧，算了，之后如果希望有机会还可以打到无限弓。就是不要用附魔，因为附魔我觉得更麻烦，附魔需要浪费等级太多了。希望可以下次又得到一个无限的弓，不然的话我的剑石红真的没有很多哎、欸，对啊，这样算不多，快两组而已。嗯，好，那这一集超简短的一集，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吧。稍微绕一下自然生态区，好久没有逛这边了，这边真的还蛮大的、欸。啊，就结束这集喽！我是白龙，敬请期待下一集的实况，拜拜。